来。咋样了，师傅？要不要先躺过来？先躺一下吧，要不？能踩吗？能踩吗，师傅？能伤着哪了？要不要给你打个120？到脸上了，磕到脸上了。该玩的你得咋弄了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在那等红绿灯呢，我没有碰着你啊。先说，我知道你没碰着我。我是上那边领东西了，你这在下面。我没有动啊。你等红绿灯，你等红绿灯，你停呗，对不对？你往前走，我不在那个呢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这有摄像头，我全程没有动。我在那停着，然后你在这摔的。我是过来看看你有没有事儿。你摔了之后，我才动了过来的。你有没有事儿啊？我当然有事儿了，我的牙我都磕劈了，脸都磕肿了。有没有给你帮忙啊？我这会儿我的腿，我这会儿腿，我这会儿站都站不起来。你这个。来，你给这边的扶我一下。好。他自个儿倒了，他。我坐他的车了，哎呀，磕着了。我先跟你说好啊，师傅，我没有前车没有碰着你，我车一直是在那边等红绿灯的。来扶一下，师傅。没事，慢着。车碰着了。没有，我绝对没有碰着他。他搁这边过了，我躲他了，我这样躲着了，试试。我没有，真的。没事。我在那儿等红绿灯，我在黄线那个位置等红绿灯。你给，那你去看看吧。这什么人关门啊？